神龟成三金，绝活哥这 ID 配皮肤，356级成就，我靠！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会子这个人只玩龙龟的，有武器，随时可以拉一下。上了吧，上了吧，上了。敌军还有30AZ 没在，现在可以打，但是这武器一空了。要 Q 吗？开光盾。这么干，全军出击！是吧？这不肯定死了。他怎么没他 ？A 下有机会杀的，他可能会在我们 F 六开啊。他 F 六开比较方便呢。真不真满？能不能死回去？死回去，我还出来快一点，要不然刷一嘴也在亏。他不是王者女枪吗？他不是要收徒吗？为了父王，吵架了crazy。 一个留下龟龟接下武器拷打一下，怎么玩 AD 的这种人特这么多的？这龙龟在打龙啊，他野应该没刷呢，直接来给他反。怎么没续上？不过杀他也够了。这剑魔有点吓人。我回家买个亵渎来先。打龙龟的话，破甲有奇效，增加队友跟自己的伤害，能减少对面的伤害。打个蓝，对面下路就上线了，差不多该来了。
不得有盾子。还行，塔烧的，有人要来了。这龙龟 Q 啊，距离很远。这玩 AD 位的怎么都这么能叫啊？每天都能碰得到。直接惩戒破盾 W 破盾就好了，都不需要惩戒了。这个 Q 加黑切杀龙龟就是快，一点都不肉。老龙龟也得死，这个人熟练度很高的，他三百多级，将近400级的成就，离谱这个人。你是真的有够贪的，谢谢，来帮我刷一眼，你是个好人。太脆了，这女生怎么不说话了？问一下，太夸张了，这个 AD 这人只玩龙龟的吧，我看一下，300多级，是哇，100%龙龟，夸张，这个人绝活哥，
这人只玩龙龟的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一把别的英雄都不玩。我说怎么能这么高的熟练度的，只玩这个英雄的呀？太夸张了！看一下完整女枪来，6-6，5-9，他也没有超出正战绩，4-6，8-8，正战绩比较少。